精彩的综艺大集合现在开始，欢迎收看综艺大集合，幸福航道，祝福你上当的。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是美浓的天后宫啊。山下水妈祖庙，今天为什么叫山下水呢？这里有美浓溪，没有一条，还有一个枪仔寮溪，还有一个竹子门溪，有三条溪，对不对啊？三条溪，所以溪水充沛，就是由我们山下水妈祖所掌管的。有示意说你们要一个玩一个山下水的游戏，好，我们跟你示意。他真的有示意吗？对对对，因为我在高铁上有点打瞌睡。妈祖说今天你要玩，天气会非常晴朗，请你玩山下水的游戏。你确定要在他面前这样胡乱吗？哎，也不是胡乱，就是许愿。许愿，许愿。所以我们把溪水呢摇上来了，马上进行我们第一个单元山下水挑战赛。哎呦！是女生的福利了。今天您大名是Jack。Jack 是什么工厂？健身工厂。Jack 啦，这也是健身工厂。对，我健身工厂，我是南康三厂，我叫燕中。燕中，对，英文名字是叫燕。燕，对，燕。燕，对。哇，今天这个猛男不得了。哎呦，因为我们这个游戏啊，太猛了。待会跟水有关系，所以必须要脱上衣去竞技。没有规定吧？没有，一定要规定这样。一定要规定，因为油比较好，怕沾湿衣服。是一杰，一杰在哪里服务？在高雄人物的 Power 健身房，也是健身房，不同家的。你练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他练的是肌肉嘛，你练什么？我练脂肪，脂肪，我练肌肉。所以你专长是什么？哦，也是健美的，也是健美，健美。英文名字 Jason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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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Jason。我叫名叫青红，青红，你也是健身员？对，那可是我都玩自由潜水。啊，自由潜水。哎呦，今天刚好是水的，有关系了，因为山下水挑战，这个叫山下水挑战赛。对对对，日本男人，我们要加上我们两个猛男。对，猛男，猛男一定，猛男最猛，一定不是饼干嘛？我布巾都带好了。你这个，他尽量不要出现饼干那个遇水就融化的，就软掉一些。最难做。哎，这个也轮到你了。是我的，对对对。你平常在哪健身？我平常是在 Virgin， 就是他们的队打。哦。那是三年前的事情。对对。你练过举重吗？都有硬举啊，或者是深蹲。就是举不起来，硬举。感觉是硬讲。对呀，他举不起来，他硬举。硬讲。对对。男生英文名字是 Nan。Nan。就像刚刚有练硬讲的 Nan。Nan。讲不好就是 Nan。来，这个 Sting 是 Sting， 不是唱歌那个 Sting， 警察和尚团的主唱，是不是？是健身那个，健身的，我一看我不得了了，哇，好硬哦，你们没办法，哎呦，那个比我，哎呦，像石头一样，硬不硬？摸摸看，摸摸看，摸了啦，嘿，硬讲了，好像我有在动，好硬哦，不用那么夸张，我刚刚懒得问，不都被摸吗？总是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对，他们懂，懂摸摸那种。好，现在每个人呢，必须脱光上衣去往前冲，穿着蛙鞋滑过去，游泳到对岸去把气球弄破。我看谁先弄破气球。对，总共六个人嘛，就三组，会有三个胜出的，进行第二轮啊晋级赛，最后产生冠军的多少？3000块钱。具备的条件必须要把上衣脱掉，如果没有脱掉就不能比赛。啊，对哦，如果这个舞蹈不好，脱的 K 的话，就取消了。还有舞蹈，什么舞蹈？音乐。啊。不是，我是说要这样子动作。而且你刚刚说舞蹈不好的不行，真的是不好的。不是啊，那我们先示范而已。我们请那个男中先来。你要第一个就没压力，后面给你机会嘞。
一组，比赛一组。好，那你的对手是？对手是就你吗？哎，就你了，我该示范的蛮好的。来，你不会跳，我会。我也不会啊，对不对？帅又那么高又那么壮，居然不会跳。跟你来的有谁？谁跟你来？那个燕跟他来的。还有没有？还有同伴吗？可以。同一家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不是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先撞好。不是啊。你们同家来看到同事这么尴尬，你也不救他们，要救一下吧？自由发挥。不是自由发挥，他既然不能跳，我现在叫他穿起来。音乐一下，你们跳，把他拖起来。哎呦，你们帮忙一下。扶助他一下可以吗？他这个带动他，他可能不太懂，我们要示范一下。示范一下吗？就是那个吴宇轩跟熊你来跳舞，然后帮我拖这样哈。不用啦，不用了，有示范，不用示范，而且你还要选择嘞。对，还给我挑嘞，你怎么不挑这边的？你那么冷，哪里怎么挑？这边可以啊，好了，挑这里。挑那个饼干来。干嘛？你们两个要拖。要不然他不会演啊，你们在哪？他演啊，我演示范，示范，你们两个，他只是示范多的，你们两个啦，你们两个啦，你们两个，看仔细，看仔细啊，音乐。演个不会拖，你在摇什么？对啊，你现在是演他，我是演他，他会叫我干嘛？叫我们再一次，我们再一次，不用再一次，不用再一次，没有再一次了。来来，请就位。现在会了吗？要帮助同伴，不然他不能比赛了。来，缪姐，同事来。我要。是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，结果你自己外面秀。他们两个女生讲了，他负责跳，他负责拖。哎，可是你跳得很好哎，不然我这个单你来玩了，好不好？没有没有，但是有女生的啦。有女生的吗？好，这样你们两个都已经拖完了，来进行第一组比赛，来谢谢。好，进行三洽水的挑战赛第一组，备。前面跑好快啊，你有说，结果你一个冲过去就冰斗啊，刚刚乌龟一样，你怎么没有翻过来拍球？拿手去乌龟很难分，对啊，对啊，翻过来会赢呢，没有没有啦，你输了一点点，很精彩的，两个握手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两个拥抱一下，谢谢。这是第一组了，第二组是，来，你也会跳舞吗？我不太会，那试试看 ，music music。撑起来，一人一面。哎，撑起来，像乌龟一样吊起来，吊低吊低吊。有办法吗？是不是有点快？一地啊，一地啊，一地啊，一地啊！哇哦，怎么好？简单简单，对不对？
不累。哇，这个也很厉害啊。第二个，第二个。不累。重就要这样练的，很厉害啊！微重的东西，这重没办法。没办法。在干嘛？玩起来了。你们在干嘛？白旗大叫。最近怎么了？大家我跟你讲，太高了，腰高了。腰高了。有车。全能的，什么都要搞一下。这么瘦哎！啊，对了，那你刚刚在玩什么？打扰吗？而且他妈妈手，你们还爬上去。你看你刚刚玩到跌倒，为什么？他一般一般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扒上来了。你也想要？不行不行，会受伤，腰会受伤。好，两位就位。进行第二组三下水挑战，谁会？像那个鱼雷一样，他一点点而已，两个都差一点点而已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对，那恭喜来宾获胜，握手一下，拥抱一下，拥抱，拥抱，好，谢谢。哇，和谐嘛，和谐嘛，这样和谐吗？对，和谐。这第二组两个人都出现了，对，那产生第三组的第三张门票。好，那两位准备了，那两个我看脱衣服，来来来来，虽然身材不错，来脱起来也许有另外的别有的美，另外别有洞天啊。来，音乐 music， 来 Jason 啊。好像看到我自己的背影啊！有吗？正面，正面，正面！有吗？难度要有嘛！啊，你们比谁能比得跟他一样的？比不到嘛！对，你算是。模仿的很像，模仿还有一位同学，还有一位，还有一位同学，还有缪缪缪姐。健身房来了，都练肚子啊！啊，现在流行练肚子，把肚子练成一团，六块，这个就比较像我了。我们两个比较像，对对。但不见得他会跑出他哦。没有，不一定哦。他一定有他的长处哦。真的吗？来，两个最后一张门票。专长是潜水，所以他蛮会用蛙鞋，对对不对？我把他潜到里面去，好，又潜到里面。而且呢，你一个好像一个蝶式，一个蝶式，对不对？对，蝶式，一个蝶式，快是左手就飙了。哇，飞羽飞羽，哇，你看红组是对，连身高各种型都一样。来握个手，握个手，来拥抱一下，拥抱一下。好，谢谢。
现在有三张门票，对不对？三位都出来了，三个进行第二轮了。只会产生一个冠军，迅速很快哦，哇！产生冠军之后就颁奖3000块了。那三个人怎么比啊？不是比这个，不比这个，三个比运气猜拳的啊？真的吗？对，好，来进行我们的三加水挑战赛，来最终战。好。是最终三张门票争霸战所产生一个冠军啊，就是我们三个，比如我们三个是晋级的嘛，我们三个剪刀石头布，那你们俩就破了。我是示范大家，我示范就是清楚一点嘛。没有，我破湿了这个麦克风不了。哦，就是剩你们两个嘛，你们在声音的，就是最后的冠军。好无聊的一段。在水中间猜哦。好，好，那有可能一把下去，一个人就赢两，就赢两个啊，那他就冠军了，就冠军了。他可以左泼一个，右泼一个，哎，一个人要泼两桶。哇，输的那个人两个人泼，他是四桶。哇，像刚刚我就泼四桶，等于我两桶，他两桶，对对对对，来准备好了吗？来，三位加油！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就出冰块的，冰块，冰块要拿出来，好冰啊！冰不冰呢？这个冰箱是南部非常传统的安德冰在用的，对对，我们特别为了这个单元寄过来的，你看都是冰块哦。但是呢，我现在摇起来呢，都冰块啊，满满的啦。哎呦，那这个都是冰水啦。对，然后我们把冰块拿起来，不然冰块打到会痛。对，还是要玩有冰块的。好，那自己好啊。好，那个不要脸。来，请进去啊！来，请进去。剪刀石头布，有啊，一个赢两个，一个赢两个，对，比赛结束了。最后由我们燕获得了胜利。好，请进。加油！你就加油！不要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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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打了。哇！哇！你会？你会？等一下，你们俩交换位置。一人先泼第一桶啊！来了来了！哇，很痛哎！很痛！交换位置，交换位置，第二桶啊！开心吗？开心开心！开心！我最后才开心！哇，全队长，全队长！是3000块钱，我们特别请到主委吴林德，农会总干事钟清辉，欢迎两位。吴林德来请，来，跟我们鼓励一下。今天呢，来我们这里妈祖庙呢，我主委呢代表，感谢你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感谢你们大家，谢谢，好，也感谢。啊，这个活动呢，我也是很赞成，是非常的好。好，谢谢一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评委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总干事有什么要讲的？总干事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高雄147啊，对，不是258，也不是369。哎，那为什么叫147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听147了。对，没错。不好意思。是高雄147，是我们高雄区域农业改良场所研发出来的品种，那跟打牌的听147是不一样关系的，但比较好记啦。大家147，大家知道好吃什么？对对。我也要补充几句。你说，我们美容的总干事钟清辉啊，自从来当总干事的时候，他推行这些是，比如说147行销包装嘛，白萝卜，还有红豆啊，还有一部分绿豆也有。是是，他对这些农业呢，他也是，他是专门的啦。不，这些话不是应该农会总干事讲？啊，主委，你把它说完，你讲一下好了。好，你都说完了。好，接着我来给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下，其实挑米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挑品种，因为敢把品种打上去，表示它的米的纯度是非常够的。好，第二个要挑它的产地，像我们这个产地，我们敢标示是美浓。就表示说这包米一定是在我们美浓生产的，所以我想说，而且再加上你看，这有个小标签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产销履历的米，所以消费者在选米的时候，第一个要选品种，第二个选产地，第三个要选产销履历，啊，追踪得到，对不对？介绍的非常详细。好，那米我们待会要送给观众们，谢谢谢谢。
接下来要请颁奖，都是3000块钱了。好，来请颁奖3000。感谢。主委刚刚说了那么长的话，先暂时不要走，待会我们还要进行女生的。对，来看看我们女生泼水嘛。对对对对。因为看看今天讲那么长，应该是要颁到10000块以上了。来，请休息一下，请来来。女生也想要玩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接下来女生呢？来安排一下。我先跳脱。可以吗？不行啊！不用啦，女生不用啦，没有事啊，直接来猜拳就好，对战就好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有没有挑战的观众？我们女生有没有？有啊，就刚聊对。他想说站了那么久，总是要让他赚点奖金嘛。对对，三个就是同一健身院的吗？对，都是健身工厂。大名是？杨慧芳。杨慧芳，英文名字叫？Ava。Ava，大名是？我是七七。七七啊。七七。七七。不是有舞蹈吗？有有有。你叫七七啊？一样的，七七。你叫？啊，我叫 Mandy。我以为叫爸爸。对，七七八八。Mandy。Mandy。啊，也是健身的。我是自由教练。自由教练。对。那你的专门是？我是舞蹈老师。哇！出来啊！舞蹈老师，你也是舞蹈老师吗？还有其他项目。既然是来来来，既然是舞蹈老师。你是 Ava 吗 ？Ava，Ava，待会 Ava 跟 Ava 就对战了。可以啊，那你就对战熊尼啊。会跳舞的，好，跳舞啊，对不对？那还有你要对战的是怡芳嘛，个子。咬个好，当然咬个好。哎，对对。讲到舞蹈，讲到舞蹈，最近不是流行那个什么？对，那个。你们会吗？会。来来来，那一起，我们一起来哈。那他们不会跳，你们会吗？他们不能跳，他们不会跳，我们就把他们开除掉了。我们直接过去。老师说他会跳，他不会跳就开除了。他说他会。来，我们音乐。哎呦！我会，都会。Oh my god！ 我们这组比较整齐哦。5000块，来一杯，好，一拳了，各位拳了，来一拳，加油，顺手，要猜到那个位置啊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高高了，哇，吴宇轩，啊，摆个 pose， 摆个 pose， 好看，好看，来了，来了，停下，给他停下去，你们。第二头，第二头，我哪嘛？阿妈活到，阿妈，你活到阿妈那边去，阿妈都吃了。来，吴宇先后退，第二棒，熊你对舞蹈老师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下一桶。第二桶，预备。老师不要躲。OK 了。1比1啊！现在比最多只有3000了嘛？对。看谁赢都是3000啊。这个是决胜负了。对。OK。最后我再加1000块。好。4000块。但是唯一的要求是，最后执法者是他。耶。执法泼水，女生泼水实在是太优秀了。哦，哎，你们两个听到哦，如果你们输了是被他泼哦。两桶，执法者是，但是赢的那一组呢有4000块。哎呦，加码到4000了啊！预备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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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猜拳。预备，不能输，剪刀石头布。
整个这样剖都标准啊。对，而且姚健，你被剖的姿势也很标准，也很标准。来第二口，太高了。请到这里。太厉害了，谢谢波妈，谢谢波妈。表雕有点晕吗？表雕怎么样？对，好痛哦，动不动好凉啊，被水刀这样啪。好，我们请诸位来颁奖。来，我们颁另外的四千块，等一下呢，你这样收起来，先收起来。好，都收起来，收起来。这是美浓天后宫天上圣母，来，请主委颁给他们。一个带领，一个带领。谢谢。炎炎夏天，我们玩破冰准备要解暑一点了。可以可以，谢谢天后宫，谢谢。来，继续送幸福。天上圣母一般都是庇佑海上渔民出海平安，但高雄美浓天后宫三下水妈祖庇佑的可是河川边的居民们。难得来到美浓客家庄，当然要品尝一下客家美食。在地有一家祖传四代半桌厨神，马上来吃客家菜喽！哇！哇，真的，乡野之间呐，哇，很漂亮。那就是美浓的美景啊！你看老天爷多眷顾我们。刚刚有飘的雨，我们坐车来飘的雨进来，马上露营，看，马上把桌子移到户外了。哇，这样才够漂亮！你看群山哦，很漂亮。这算平原吗？对，平原。美意浓情，是是，叫阿海啊。阿海，这个餐厅听说有100年的历史啊。我们餐厅最主要以前是以外汇半桌，好半桌，从爷爷开始，爸爸到我，他现在接着第四代。你来到美浓不吃这些啊？哎呦，你根本形同虚设，没来过。没来过，我一一来介绍。板条，汤板条，汤板条，其实它是米做，叫蜜拌条。对，蜜拌条，蜜拌条是一整块像豆腐，然后刀慢慢切。你怎么会这么清楚？我客家人啊，那洗的。蜜拌条，我家以前卖面的。这个我家以前都做过，妈妈都做过这个菜。没有，这个就要拌什么呢？这个要拌我们特色就是，哎呦，黑醋。哦。辣椒酱，还有板条呢，跟河粉一样，都是米做的，蜜拌蜜板条。啊，吃这个一定要吃，吃吃吃吃吃吃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吸的声音，哇塞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怎么样？非常美味。哎呦，先尝到这个酸，哎，真的哎，米的甜味，加上空的香味，三层。哇，而且你的板条超厚实的，超有弹性的嘞，用手工切出来，所以呢，你的面条你可以吃得到呢，就是说粗细不一，对不对？对，粗细不一，一入口的话，那种口感更加明显，层次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这个口感就是对美浓的记忆，永食臭呆头，因为我们平常都在台北吃客家菜，超级滑的，滑的，好滚溜哦！你这样很好吃吗？带甜味，它并不是酸的嘛，酸的以为说哦要加很多醋，才叫姜丝炒菜，不是？美浓还要吃这个大葱，哦，这个大葱，红肉，红肉来了，红肉，这个都是姜丝，对，这个你看，哎呦，哇，对，像豆腐一样。我跟你讲，不是吹牛的，很多人客家人是吃几块，一整块就可以吃掉。啊？对，很好吃，多了吧？那个肥的，你有感觉肥的吗？哎，这太扯了，这不小心马上就掉了，你看一看，你看啊，这太扯了，这个油脂，这油脂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哦，夹不住，这个带瘦的，你看到，可以炖到这样子，你看看，对，哎呦，比我脂肪还软了，它配那个香菜也很提味，那好吃，很好吃。女生不要怕吃肥的，因为那个肥的，你那油脂一吃进去哦，你不是在吃油脂，你在喝汤汁啊，那马上哇咔，就在喝汤一样。好好吃哦。今天把这个好吃的介绍给大家，大家来品尝一下，一定要品尝这个非常道地的美浓美食。正宗客家菜，好棒！正宗百年历史的，不枉再到了美浓了。师傅厉害，师傅厉害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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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吃饱喝足要哦。还没有，可以再给我们30分钟的时间。对对对，那我们还没吃完，再慢慢吃，待会去干活了。好好好，进行下一段游戏。谢谢。来，接下来进行的吊桥耐力赛。吊桥耐力赛，今天来了，自拍台哦，一直拍开都来了。没想到我们在美浓碰到这么多的精英啊！对呀，哎，哎呦，啊这边，哎呀，你不介绍我真的以为哈，哎，观众，观众没有，不是啊，你大名是？
朱婷宜。朱婷宜啊，你有看过我们这个节目吗？有。需要耐力的。你是做什么？公务员。公务员。平常有练马拉松呢，还是有？没有。有吊绳。走路而已。走路而已。这样很手有训练吗？煮菜。煮菜啊，炒菜煮菜，抱小孩。啊，大名是胡燕桥。胡燕桥，胡燕桥。燕桥。燕桥。是健身房对不对？对。您是重？你有氧老师。有氧老师。有氧。上上上上楼梯啊！我说便当。上楼梯。上楼梯的时候为什么要用火车的？不是，因为我这没楼梯啊。对啊。哎呀，嗨。下楼梯。你要带他坐一下。下楼梯。你会带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来来来。一，请开始。潘诺迪老师，大家好，有肌肉，很有力啊，这个心脏一定超强的。对呀，在练。大名是林美静，工作室还是学生？学生。那什么学校？实践大学。实践。那你是专长是什么？田径。我在练篮球。哦，篮球。篮球。对。这个有介绍过了吧？对对对。这两位长这样。哇，没有吧？哎呦，这个没有。没有播哦。没有。你们这个机构啊，哈，这个公司是不是招人要先看脸孔？真的。对啊。没有。故意的吗？对不对？刚好吧。对啊。那你们的老板是男生吗？对，那就对了。大名是彩荷，于彩荷，你重点荷，彩荷，彩荷，彩荷。哎，大名是，你好，陈丽杰，陈丽杰，学生，嗯，实践，对，实践大学，念什么科系？休闲产业管理学系。所以是篮球队吗？休管。他们两个就不问了，因为练健身嘛，篮球要练。都练，体能跟重心，主要年轻啊，嗯，哎，也是同一个机构，对不对？对，同一个机构叫黄令和。黄令和，你是他们学姐，对不对？算是，因为我是他们的主任。哦，主任。应该练很多年了，也没有，也没有，没有，就是可以教的都教。是，好，这样有一二三四五，七个教的三个啊，三个，咬标啊，咬标也是。平常进了没有了？是啊，平常刷盘啊，有在练哦。常在刷盘很不用力啊，不用力，对啊，没有在练呢。没有，他平常刷盘，他刷一半都会站上舞台这样跳。哦，有在跳。很棒啊，很棒啊！这个熊你也是一样，不跳舞，啦啦队，对啊，爵士舞啊，都要练呐。两位队，两位十个，对不对？最后掉下来的，我们奖金呢，5000块。加油，女生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条件呐，我们过去记录是多少？1350吗？记录154，哇，2分半，1150超过了，最后冠军的。就是5000啊，如果又超过1154，就7000了。但是我到150下没有超过154就无钱，只有130可以，不是无钱，都比3000块。请就位哈，十个人哦，这个要过150秒，最后冠军就会有5000块。如果超过154秒破纪录，7000块，预备，上来，开始算了。好，离地了，大家都离地了。往前看，往前看，加油！加油！好，我们现在看到10位朋友，不用高啊，离地就等于全部了。对，离地就可以了。不要憋气哦。好，正常吸土，正常吸土啊。吸土。为什么以轩比别人高那么多啊？他是手比较短，放轻松。他手比较短，没有他胯比较短。这个两个厉害，这两个厉害。在前面，这两个厉害，扣到上面去了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加油，以轩！这脚已经勾起来了。记得以轩的手很有力。哎呦，我们看到最后一位主持人变得微笑。哎呦，这边第一个掉，是彩荷吗？彩荷，篮球队队员，开始开球，篮球队队员，等一下，等耐一下，有人快要掉了，彩荷掉了，坐好，彩荷下来了，真的下来了，健身房，掉下来，篮球队队员下来一个，同学掉了。有机会啊，掉三个了。哎呦，想不到我们的公务员妈妈来牵头了。加油，加油！没错，龙女不错，已经掉三个。哎，这妈妈厉害吗？撑住啊！四个了。哇，尹轩的脚在 Q 了，尹轩的脚在。啊，篮球队，尹轩也下来了。真的，真的。这五位，接下来可能熊女了。熊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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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健身房了。妈妈厉害，妈妈厉害，妈妈居然前。
剩三位，哇，这妈妈不得了！你看妈妈前面访问好像厉害，今天前三名秒，九十秒快接近一百了。你还说他像观众，好厉害！哎呦，没有没有，想不到哎，这妈妈你，妈妈会不会拿到冠军啊？你看他们两个，好，我们这位有氧舞蹈老师，妈妈在换气啊，老师真的是真的，有氧舞蹈出下来了，老师其实很厉害。真的，哇，好猛哦，跌破眼镜啊！如果你一开始开哦，让大家吓住哦，我输惨了，输惨了，赔率很高。但是他，我们刚刚是120秒，几秒？几秒？124。所以要破154也难，等于他还要放30秒。但是他因为他掉下来的冠军是120，所以我们不到5000。而且他，但是因为他的年纪，我给他4000。哦，对，所以我给他4000，我买最大。进压进压，第一个掉是姚彪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生气，生气。谁第一个？那个彩虹，彩虹，彩虹同学。你怎么会第一个掉呢？你不是健身房的呢？我没有好好练，对不对？我就说嘛，他们机构是选人漂不漂亮的。对嘛？那我们要来颁奖了。颁奖了啊！其他都很精彩，掌声鼓励啊！来，区长啊，美容区区长，美容区的区长对，哎，你好，来，跟大家讲，各个团队大家好啊，我是美容区区长谢鹤林，那欢迎我们中医大姐这次来到我们美容天后宫的录影，我想希望对妈祖也会保佑大家平安顺利，是，谢谢区长。接下来我们颁发奖金是这美容在地的，在你们这是我们同仁，穿一样的衣服哎。我说真的，你要颁5000、6000就随便你了，他基本4000块，看你要颁多少钱。那区长，5000好不好？好了，请区长，请给自己同仁最好。哎，干爹啊，你的工作是？4000块啊。你的工作是？你干事。你啊，你干事。你干事平常都不做事哎，就掉了。都每天，现在李干事是非常忙碌的哦。他这个都吊在上面，吊在上面在服务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厉害啊！谢谢，为民服务，好，为民服务啊！勤跑七成，对，这在田野间在跑哦，所以农灾那些都要看灾，所以一般民间叫偷给啊，对不对？放刷给，放刷给啦，有在跑山的。谢谢两位，谢谢，谢谢谢区长，谢谢区长，谢谢谢谢谢长。接下来要硬一点的啦，哦，男生男生的挑战赛，极限版本挑战赛，来欢迎，好帅哦，帅，还有还有还有，哎 ，MIB 啊 ，MIB， 来排名第四号的大名叫曾炳凡，曾炳凡，你做健身教练，健身教练，哦，长很高哎，对啊，是一队吗？不是，是就是哎炮兵。炮兵，炮兵4个月吗？哎，对，4个月。4个月其实蛮难的。对，蛮难学到东西哈。那你学到炮招已经就过2个月啦。啊，真的，炮招很难哎。对对，金门。那讲很快啊，那打出来。右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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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外野手。左线一边，右线一边，这样。外野手，外野手是棒球吧？外野手。他们有什么手？什么手？填充手？什么什么？有填充手啊，不瞄准手啊。妈妈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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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手。郭东没有，你郭东有当兵吗？有啊，当炮兵替代役。我不是炮兵，但是因为我看过啊，我也是义工队啊。哦，是是是是。哎，哎 ，MIB 的。你好，大名。你好，大名是Josh。叫夏旭，哇，这个海岛帅啊，现在都没什么阳光，你是？还是眼睛开的？对，眼睛有开刀。哦。哎，是有一个。那你眼睛也去镭射？去镭射，近视，镭射近视。那不是戴这个有墨镜吗？因为现在没有太阳。不是，平常上有。医嘱是什么？医嘱就告诉你不要，就是不要碰水而已。哦，不是说不能见光，灰尘也不行，对不对？对，灰尘也不行，所以在透明中的灰尘。啊，现在技术好好哦。对耶。对，所以你是开青光眼？没有。老花眼就是近视，要近视。这看得到吗？怕抓不到。可以吗？可以哦。本体感觉。好，大名是黄佑胜。黄佑胜。黄佑胜。黄啊。黄佑胜。增加了。你干嘛？我外甥。哦。所以你要叫姑姑啊。
其实很像那个对，像妈妈，像那个侄，像姐弟。没有，你跟他在一起，像他是你的侄子这样。OK。啊，三个人对不对？啊，三个。那我们两个人对啊。我。哦。我有李凯呢。就是在这个圈子跑跳的，哦，跑跳哪个圈子？就是model圈吗？model圈的哦，还有分model圈的啊。那今天第一次，就是可能model走秀啊，那我们不会去走秀啊，所以他们有他们的。拍广告之类的。对。还有一个嗜好就是他平常很不喜欢穿衣服。等一下，等一下比赛，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哇，洗衣板呢？哎，厉害哎！需要洗衣服。对对对，好，那想脱就脱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二号先来，好，侄子先来。那我们奖金宿舍的，奖金啊，是四个人就4000吧，4000冠军4000了。对啊对啊，四个而已嘛。哎，比完之后再回。好，要比两轮嘛，4000。来，请就位。还有，还没有，还一杯。丁少英哦，先生，哎，怎么样？有要选边吗？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开放我可以啊。哇，刚刚都没有问哎，刚没问，我们看一下，等一下，想跳。你们要选边，才四个人，加油！那你可以低一点啊。啊，你以前可能奖金比较高，那你因为只有四个人，可以奖金低一点，2000块。也好啊，也好。选一号胜的请站这边，选二号胜的请站这边，请选择。那我要二号。你选什么？二号在哪？哇，等一下，瓜哥，这个亲戚怎么没有挺自己人？你怎么没有挺自己人？自由啊，自由啊！你侄子哎，参赛者没得选的吗？你怎么没有？张嘉文，你又一个人，又是我一个。你们通通选二号。我外甥，我要有的。那你呢？你选几号？一号。二号。朱浩，你选二号的原因是什么？二号，我觉得他有这个身材上的优势。比较壮，然后手又比较长。好，OK，预备，加油！好。你们这些烂东西，没有一次猜对的。四个人决赛两轮，三轮决赛，第一场比赛就，哎，张嘉伟怎么？哎，每次张嘉伟他都可以过，哎，张嘉伟是被逼的，表示她是很有福气的女孩。对啊，她每次啊没关系啊，我王俊。一号恭喜侄子，恭喜你的侄子没有让你绕回，对不对？以轩你是被逼选一号的，没有，因为我刚刚想说他看起来比较轻，说不定会爬比较快啊，对啊。那个熊妮，你不要跟着大方向走啊！你自己没主见吗？没有，我就是看他高，然后壮，就觉得他应该。看人家高跟鞋。男朋友了吗？带你年轻就是这样。对啊。乙方是因为眼睛快瞎。不是。啊，那个他看起来有身材优势。哦。对，看起来就。但是你们没有很，你们没有去评估他的重量啊。我下一次只要翔哥在哪里，我就在哪里。剩三个了，有机会获得2000块哈。你太是刚刚看不清楚还是有个你起步就慢啦，大概走第二个就看把手就大概知道了，有把手。好，谢谢，恭喜一号过关。接下来剩三个，对不对？三号、四号请就位。先不要上号哈，三号来把衣服亮出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来。怎么亮？三号来，你穿的大概是三号。穿的我们怎么看啊？这边要写，它里面要写三了。啊，你写了三号。了解得了了，谁的口红？身材真的很不想穿衣服。对呀，像我就不想穿衣服。不，你是应该好好的，我可以选你。我们两个都要穿好。我身后还有，随便拿出来。后面还有三号。带女朋友抓身。剩你们三个了。三三。你不是站过来？你怎么选？先三号站，三号站这边。四号站这边。选三号，你们选三号的，对，他们三个已经知道，都是选三号了。对。
这点帮我的忙了，四号一赢全部结束。结束了，来请就位。一杯。觉得这个好可惜哦，这边请，这边请，怎么掉两次呢？这冠军还要选吗？那等一下不好，你不好处理了，不好处理啊，没关系，我让他休息。你是故意的吗？还是我刚刚掉下来，被吓到了？你刚刚就应该回去，你回去会比他掉下来，你就有机会。对啊，你让他痞子逛大街，他就没有，他一输掉就对，输掉落幕啊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学不到最后绝不放弃，不要放弃，对不对？不要说啊，这我你是落后人家的。对，球赛没有结束，永远都对，没有最后一个出局数都不知道。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三号获胜，谢谢。也就是三号呢，跟我们的一号，最后会决胜负。对对对，但是要决胜负之前呢，我们要让他们休息一下。那所以让女生来，女生来跳跳干嘛？你好，阿静。你好，徐富凯姐，这是徐富凯的邻居。你是徐富凯的邻居，很好啊，那关我们什么事？来这边。等一下，你是住哪里啊？住旗山。旗山，高你有看到徐富凯在这边吗？没有啊，徐富凯今天没来。今天没有来，我是来这边赞助这个妈祖庙的光彩。哦，你赞助光彩，所以你要加码。我表演啊。你就按那情况。赖美莹，美莹姐姐，美莹啊，林朗的莹啊，你好。阿莹姐来了，阿莹啊，阿莹姐啊，你叫莹啊。啊，叫莹。帮你洗徐富凯邻居，按那叫莹。我较早妈妈点头门的，哦，哎，较早是妈妈点头门，哎，阿奶奶阿姐没去啊，阿你头毛无点啊，阿姐妈头毛点点，还有讲一下故事哦，算了，不知道去哪去，讲故事，真的磕到我软肋了，蒜头没卖怕贵哦，怕贵啊，哎，现在蒜头啊，是的，哎，跑单，哎，跑单，这是煮蒜头给呢，啊，是的，还是没法，新鲜的。这是啥？巴西料理。这是羊胡辣圈。啊，这胡辣圈，今天做单的呢。五斤。你今天表演哪？五斤哦。胡辣圈摇到腰。这有可能？胡辣圈摇到腰。这单干活。而且腰要摇到脖子。腰要摇到脖子。我摇了30年了。所以讲你就赢了嘛，有就赢了。来，那范围要扩大，来，哎，刚李慧蕾哈，嗨嗨，哇，我们刚才麦克风让我选，来，请看谁位。他不会有头盔，他赢下来，赢下来，啊，怎么放啊？摩根丹，这沙丹你看哦，你看侧面来，侧面他那个不会驼背啊，他在整每天整理他的脊椎啊。今年归回，很棒，今年归回去找沙。哇，对，在那有。卖过去找沙，你找沙都不会短命，那不习惯可以卡掉。真的，哎，真的是真的，他脊椎整个是直的嘛，而且会长命百岁啊，哈，真叫摩根丹。你刚刚你这款表演，那应该提我一个奖金给你。不用啦，妈祖兴旺就好了。你这样，那就讲妈祖兴旺就好了。哦，你安尼讲安尼哦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也就祝客气啦，客气啦。哎，祝。哎，哥再换一个。哎，哎，谢谢。谢谢你的表演啦，是吗？这样子吗？谢谢。谢谢。没有，哎，今日天气咁样，天气咁样暖。你假给公，你给他锦嘉贝团的公仔。哦，谢谢。你表演是无价的。啊，对对。但是我们经济有限。好，谢谢。赢啊！啊，最后决赛了，来喽！我相信也不用选的吧？你们要选几号？你们要选什么呢？我当然还是选三号。你选三号？你选三号？你选三号？我跟你讲，我有前车之鉴，他就是玩到最后一关都会输，所以要跟他选不一样，我要选一号。好，那你们两个一号。你观察呢？
这还张家伟还要选吗？我还是要坚持一下，我要支持我的好朋友。哦，那如果对啊，好朋友，如果他过关的话，那你就独得两间啊。对啊，是不是？我看他走完都蛮难，还是有点小聪明的吧。哎，恭喜啊，你待会可以获得四千块嘛。来，请就位。来，预备，这个大家猜测刚刚。其实第二轮就已经透露天机了嘛，对啊，那个这个走路很难，又手又破了更难了。预备，怎么样？好，比赛开始了，一号、三号的一个对决，比赛开始了，一号、三号的一个对决，这个很厉害，哇，好强哦，哇，弟弟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。太厉害，太厉害了！哎，这个年轻学生有点像然后当年看到猴王的嘛，对啊，速度很快。其实我们应该年度哦，整体界第一名了，在做年度总决赛，那一定很精彩。对，哇，恭喜你！有，那你已经尽力了，你也很棒了。我知道，对对对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辛苦辛苦。那我们请到我们的卤主刘春硕，我住。你好，还有我们的区长，区长谢鹤林，边晴，哎，两位。我就问一下，大家观众有没有看裸主席爱爱寡杯还是人呐？我们这边美容天后宫哈，要当卤主是寡杯，对，没有寡杯，对，要寡杯，就是，我们就圣诞那一天哈，会先报名，然后再就是在这一届卤主有几个人报名？我这一届。我已经做，今年已经第四年了，连续四年了。对，啊，每年都要刮吗？每年我以我们美容天后宫的大概有20几个，每年都要刮，每年都要刮。就所以你做四年已经刮4次都赢了。哎，对。卤主工作是什么啊？卤主工作出钱啊。爱做代级啊，啊就跟出钱出力，庙里面有没有一些像我们有办一些慈善的活动有没有哈，我们就会去帮忙，哎，因为我们这边。美容嘛哈，就人情味很重啊。对。然后你看，就像你们要来拍片哈，有些婆婆妈妈都比我们早，很早来运动，就在那边等着你们。因为老人家本来也睡不着了。对对对对。像我也是3、4点、4、5点我起来。这么早？哇，已经到这个程度了。这么早起？不是，我起来上个厕所，然后再回去睡觉。分两段式啊，你叫他一段很难啊，对。对。但总是我们到哪里相亲都很热情啊。对，谢谢。在 set 斗干嘛？其实我要强调，卤主不是那么好当的。就像我是你们的卤主啊，刚才抢你呢。收工还要吃摩斯麦当劳啊？谢谢瓜哥出钱出力。而且你都不用寡妇，你就是卤主了。我相信天后宫的天后也永远爱护我们啊！我们就是他们心目中最喜欢的卤主一样，对对对，卤主。那你今年还要比赛不啊？我今年还要，每年一马当先。对，有，谢谢，是谢谢，谢谢。区长是也要保杯吗？还是啊，不要扣掉。区长指派吧，我们是市长指派。哦，市长指派。是是是。那我们这个接下来，哎，还有什么话跟我们鼓励的？就是。很感谢你们来这边，让我们大家，然后我们就发挥我们圣母的一个，我们把我们的爱心，然后传播给大家，然后来这边庙里，就是大家一个心存一个善念，好，啊，像我们有做生意，我们来拜拜，不是说我们要赚多少钱，就是说我今天能够帮忙妈祖，可以供中给。帮忙，暗中搞运作，好嘞。嗯，感谢天后哈。今天呢，你一滴雨都没有。听说现在台北下大雨，对吧？跟台风一样，真的，不夸张，不夸张。那我们来颁奖了，好，来一下，来，佑胜啊，你叫佑胜啊，你跟艺人一样的名字啊，佑胜，来看那天，那是卤主准备颁奖给你了，4000块奖金，谢谢。跟谁？他的心愿是喜欢谁？都报，都报，都报，都报！哦，年轻，我们要专情一个，要专情啊！国哥啊！不是，你们说懒男，又不是你们赢。你心里想的是姑姑吗？还是谁？跟你，跟我。其实你不是我啦，
我再开放一个机会给你哈。同学，听到我的，不要假了。对啊，真的，你有种喜欢的，没关系，你讲啊。你几岁啊？你几岁？七。十七啊！同学又讲奶奶，又讲兄弟，我想奶奶是开玩笑的吧？对。开玩笑。哎，兄弟，没有，他自己选。这你们同学表达这两个，你们选一个。而且你不选我没关系啊。奶奶啊，奶奶，奶奶。就知道选错，选错了吧？你在讲什么？有点犯错。那个卢主还有，卢主还有，不好意思，还有2000块。哦，还有2000块。对啊，那个加码奖金啊。对对对对对，我想说他今天没有付很多，本来是我要付了，还是你觉得我付啊比较好？哎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吗？这位男士，还是我们来宝贝，宝贝宝贝他哈。什么样子叫请杯？如果没有醒杯就他付啊，醒杯就我付啊，对，很简单嘛。这个要醒杯比较难哦。真的吗？那如果醒杯你付嘛，对不对？醒杯你付嘛，没有的话就他付。他机会蛮高的嘛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这个鞋子正常不是这样的。我不是不礼貌，因为这个是长得很像杯啊，颜色啦，上面还写户，说不定妈祖娘娘有其他的指示，也有可能。不，不是无礼貌，拍摄哈，是杯我出嘛，那是笑杯一出，硬杯笑杯，硬杯了哈，硬杯，对，还有。啊，是讲两个都反就没有了。对了对了，他一正一反嘛，所以就这就是警规，警规立出了。对了，那2000块，一样干嘛？一样干嘛？对不对？妈祖的意思。好，我猜，是我舅舅啊。舅舅，舅舅，舅舅。拍姐，拍姐，因为我们没有杯了哈，对吗？啊，来2000块是1000块啊。我刚刚抢名，对不对？哈，这八座有失有失有得啊，对不对？欢喜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占好多便宜。所以你问我要想报谁的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而且是应该是他们要选的，怎么会是你选的？怎么会是你选？得奖的人选呐，刚刚是得奖的选。你不要拖时间，他们两个起人就选了，还报什么报？好，谢谢卢主，哎，谢谢区长，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来继续送品牌。有自己的朋友多好，真的，对对对，自己照顾自己，很棒。还有这个编舞老师，对不对？这个舞蹈还需要编舞老师吗？光。
就是借用今天的场合啊，对，因为我们现场的大家所有的成员有来自市农工商各行各业，现在还在就业吗？有，还是退休了？做到老，好命啊！是多了，应该啊。日本早就延后了，做70年八年，身体健康啊。我是做到老，对呀。这位姐姐，这位妹妹啊，年轻不是，现在还是很漂亮，年轻真漂亮。瓜哥，我跟你讲，在早期的时候，差一点点当歌星。真的，还好没有哈。还好没有，爸爸把我揪回来了。我们就是爸爸没有救。对呀。今天我也很开心哦，因为有一位96岁的阿嬷哦，在哪里？香吗？来，香球，球啊，香球，球啊，油啦，哎，香球也是大庆啊，饭也是客家大庆，来汤啊，对，饭汤都是最大庆的哦。阿婆，哎，坐啊坐嘛，阿坐呀，96岁啊，96啊，慢饮祝帆本色，抢来照顾你呀！我说谁煮饭给他吃？这是儿子孝顺了几年来照顾他。儿子为了要达成阿妈的心愿，要见见阿妈的粉丝瓜哥你啦！他的意思，阿妈是我的粉丝，对吧？当年那比电视够奖，他说我比电视帅太多了。讲啦，过年当好看哦，天师带队嘞。他是说本人不好看，他说每个人看到我，每个人看到我说你本人比电视帅多了。是啊，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一直没有走大运，也是因为这样。因为电视把我拍那么丑，我都能活那么多年，如果看到我本人更爱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我礼拜来摸开嘛，给香港人。他说他所有电视都不看，只看礼拜六的最强综艺秀跟礼拜天的综艺。我这么多长辈，我可以说谎吗？你现在可以，你是会的。我讲，你问他是不是？不可能说谎。他刚刚讲是不是这样？对嘛？没错。听不懂又要质疑人家。100分，100分。看是谁啊？什么你啊？啊！来来来，我们先给2000块红包来。对呀，谢谢啊，真的，真的，安之安之啊，谢谢谢谢，哎，哇，好热情，好热情，大家在看节目，原来我们是给大家性命的一个最重要全员，哎，我们再来他们的全员，那我们就玩一个游戏好了，什么叫活动叫啊？肉大龙嘴，哎，妈妈既然就热舞嘛，年纪也跟我差不多，是吗？有40了，你40了，瓜哥我比较年轻，40，超过了，超过40看不出来。是，那你们三个人跟我玩的，年纪差不多，这样应该欺负他们。哪里你们欺负我？你如果太年轻的才会欺负你。这里对，没有一个你们可以赢的，那就我了啊！对对对，最后一个人抢到椅子3000块钱。最后一个抢到椅子3000块钱哦，4抢3，3抢2，2抢1啊！哦，会跳吗？
假做的不行啊，这个淘汰了。假发刚刚这样子而已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刚刚我没有吹哨呢。对。你们有听到噪音吗？我这次也没拿哨子，你有听到噪音吗？你有听到噪音吗？你没听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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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瓜哥啦！等一下，你没听到怎么坐下来的？你跟谁你啊？你跟我。谁吹的？阿翔，阿翔，阿翔，对啊，他说不是阿翔要吹吗？他没吹对不对？他没吹对不对？没吹，我没有吹。那这件事要怪谁？你要怪阿翔。你们风吹了。不可能更大声嘛！大声，你不要生气，我用手来。来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为什么不吹？我不对是吗？拿上司干什么？你是老人痴呆吗你？要吹的，好，我刚刚没。阿英，我跳很久，绝对没人吹，所以我吹了。这件事大哥说的，就是怪你。对，我们重来一次。对不起啊，妈妈们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们好吹。是你要怪谁？怪阿翔。你太快吹了，听到没有？对呀，你让大家跳一下。不过来嘛，我要再跳一下，是不是？再慢一点，慢一点嘛。大哥，不要生气。没有，没有，血压会高。来，你去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大哥，大哥，跳一下哈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慢慢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手下留情呐。事情糗一啊，两次就淘汰了。糗一，我们还有边线省哦。还在抗议，在抗议什么？抗议！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瓜哥了！瓜哥，你为什么自导自演现场？我没有啊，我是。你也要进来？还不能出声音啊？哎，没有，他没有进去。我没进去。他没进去。他没有进去。你太敏感了。哎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想啊想，有点慢，太慢吹了啦。这一次太慢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太慢了。OK， 阿翔，你引导犯罪。你们不要自己跑啊！来来来，最后一次啊！再慢就淘汰了。音乐。坐下来了，我看一下，你请这位大哥，你请我看一下，你怎么坐人家大腿呢？我跟你讲啊，评审员，我评审员，他们已经跳一圈了，对，没有快也没有慢，对，而且是由我吹的，翔哥这样吹就对了。他好开心啊，他我今天坐他大腿了，多活十年了。哎呀，拼命拼命，好可恶呀！其实啊，被瓜哥坐在大腿上的感觉真好。喜欢。哎呦，我也很喜欢呢。啊，那淘汰了，那没办法，来上个香水，来上香水吧，来拿掉，来音乐开始跳。走走走。
完全不尊师重道。我打家务烂啊，弄起来不出去，暗暝啦。但是一辈子就给你，真的哦。啊，不要紧，你跟我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要抢你最后冠军了哈，一辈最后一个名额了哈，音乐请，音乐。其实一样啊，他们团队得奖金就够了。对对对对。来，今天的特别有我们的，哎呦，美颜花果香。哎，你为什么拿这个？对，我们今天除了奖金以外，我们还有请来了我们民间友。好啊。对，来加码。真的。对对对。是看起来是。对对对，我们今天美元啊，不是美金哦，这叫美元哦。然后这是来自日本非常受欢迎的国民品牌。对，因为他们比较麻烦是有时候会一点斑白啊，像我有时候突然一点白，女生啊，对不对？爱讲哎，而且重点是啊，这个染发霜它有一个花果的香味，在我们染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不会觉得它有刺鼻的味道，非常的柔和。那我们可以测你的染色不会闪白，重点是我们染完之后它就不会那个掉色，有些不是都染完就会那个一直掉一直掉吗？它不会掉色。我们先给奖金吗？对，先给奖金。不是吗？民间有人的，来，我从那个日本名古屋请来的，好紧张，因为他好帅，我现在好紧张，我看到他会脸红心跳。日本人啊，日本人，Yamada-san，他叫Yamada-san。讲中文，台語会一点点，很厉害的。山本さん是Tokyo名古屋長崎，从名古屋来的。名古屋有名古屋城，名古屋有中日龙，那名古屋巨蛋呐。对对对对，讲了棒球干嘛？好地方啊！他今年才40岁哦，来台湾4年。来4年哦。四学岁，这个是你在台湾，这是那个从日本进口的，哦，日本进口的，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是美颜花果香染发快速染发霜，这那个主要 TA 是40到60岁的女生的，哦，等一下，对，我刚刚讲要送96岁的，啊，可以吗？太贵，太贵，可以，太贵，太贵。几岁到几岁可以？对，都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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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个白发困扰的人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对，大概要几分钟？对，要等15分钟的。只有，很快啊。15分钟，20多，大姐很适合的。对呀，今天很适合。好，回去。啊，有那个油漆要刷一刷嘛？刷一刷呢？里面有布吧？你刷完就跨大吉而已，找文青的强强哎！哦，那个苗仔都欧啊！有吗？我想要请问，这是男女都可以使用的吗？这个都是男女都可以使用。对，花哥也可以使用。我当然可以用啊！那刚刚讲60岁，我很伤心啊！哎，因为你的头发比较灰了，还年轻呢。对呀。哦，看着有白，有一点，有一点的。有白。那你要帮那个花哥来。等一下，那个我们先来颁奖嘛。颁奖，人家有人帮我们颁奖了。你提供的奖金啊，3000块啊，给这位冠军啊，冠军啊。好了，我们除了红包以外，我们还有送这个奖品哦，就是花果香快速染发霜，要送给大家。那这一款呢，不但能够彻底的染色不闪白之后呢，它染完以后啊，会很持久，不会掉色。注意哦。那染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常常会闻到那种很刺鼻的味道，会染皱。它不会哦，它闻起来是非常柔和的花果香味哦。对，没错，非常。
个奖品呢很方便，我们只要上脸书去参加抽奖就可以获得了。哦 ，FB 也可以帮我们赠奖，对，就会上这个花果香快速染发霜哦。太棒了，好，姐介绍比较详细啊。对，而且啊，对对对，母亲节快要到了，大家好。对啊，可以送给妈妈这个染发霜呢，还可以促进亲子的气氛啊，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在家里帮妈妈这样子染发。谢谢非常精彩的介绍了。那三点优势应该跟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？啊，那人都来，他可以吗？不是啊，因为赢他的都可以拿那个。那染发霜啊，他有奖金还没送完啊。哦哦哦，那个妈妈刚刚抽到亚军呐。亚军。亚啊，是吗？是哈。亚军还。哎呀，哎呀，叫做。哦，亚军也一千块啊！哇，好棒。对。刚刚呢，还有一百岁的妈妈，有九十六的嘛？哎，九。九十六，后面还有一百的，有吗？有一百岁的吗？往后退，往后退。来来来来来，阿妈你好，你好，你几几多岁？一百岁。一百岁。他一百岁。一百岁。民国十三年，现在是民国十三了，113年了，112年了。对对对，一百岁了。哇，做马给啊？你做马给啊？做马给啊？啊，笨怂包啊！一百岁哦，一百岁。可以走了哦，健步如飞啊，100岁耶，健步如飞，好厉害，这阿妈很健康嘞，健康哦，来，那个我们颁发2000块，来，哎呀，还有毛毛嘛，来，亚妈的，100岁啊，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想要染头发吗？他的意思哦，他都已经变黑了哦，表示他回春哦，有回春哦，成功了，第三任。叫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宋无招娣，走胎呀，说马克龙都走胎呢，表示给前面都还摸呀，他最大，然后有7个妹妹弟弟。他生第一个，他第一大姐，为了以前古时代都想说生男的嘛，所以他取名叫招娣，就招了7个弟弟。生后面哦，暗后面啊，对啊，他自己生了7个女儿，1个儿子，他自己就反过来，他知道招娣他生7个女的，只生了1个儿子，啊，暗示这样啊，哎，谢谢，那个头发如果嫌太白就染一下。有香味哦，哎，会黑哦哈，谢谢，啊，可以坐了，好了，谢谢你们，100岁，好健康啊，亚妈拉萨，你要跟我们的很有人情味的地方啊，所以你跟我们好好玩游戏一下，我会示范给你看，玩游戏，来，我们进行游戏。啊，今天盛产萝卜嘛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你会萝卜炖吗？我当然会。1、2、3啊，萝卜炖啊，萝卜炖。可以，膝盖还不错。可以，蹲可以。这个呢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都是客家名菜了。名菜呀呀，我都买个。土瓜鬼红。这个叫做风鸭。风鸭。这个呢叫做。高丽菜红。高丽菜。这个叫做萝卜。方式做的，对，卤豆腐，卤味啊，冬瓜，卤冬瓜的意思，冬瓜，还有风肉嘛，风肉很有名，我们介绍过一大块矿肉呢，很赞，对，还有风鸡，都是用卤的，这么快又回到苦瓜风了，西道料理，苦瓜风之后又介绍到了那个，不用啊，介绍过了，你们有4个人，你请派4个人，在这里，4个。那我们派3个。哦，你应该下来玩一下。我下来吗？你吧，你还没玩吧？来，两个。还有那个三田先生，你要吗？好的，你要那啥？来，杨妈在场。杨妈在场，可能要先看我们玩一下才行啊。可以吗？你有玩？你先看一次哦。你先看一次。好，抽一下。先不要翻了，抽。先抽自己的名字啊。来，刚刚都介绍过了。抽一张，好，拿起来放在这里，放在头上，来看一下自己是什么。先看一下自己是什么。刚刚介绍了，
我自己知道，对不对？高丽菜封好多次，高封对不对？高丽菜公吨，高丽菜记清楚了啊！好，不能看别人哦，都看前面了，都要看前面了，都看前面了，不能看别人，不能看别人哦，往前看啊！风压，请开始。高丽菜，你吃清楚，记别人就好了。预备，从萝卜，萝卜风炖，来一杯。太久了，我跟你讲，这个风很难，我换一个东西来。好，你们看，最后获胜的人有4000块哦。来，你烟草。我烟草。烟草。等一下拿起来，烟草是美浓的特色板条。板条。烟草板条。水莲。水莲。油纸伞。油纸伞。给你板条，要不要板条？算吧。好，记清楚了，这都是美浓的特色了。美浓啊，来，请拿起来。烟草、水莲，加油加油！来，水莲开始吧，水莲。水莲炖完，板条炖。板条炖，板条炖，板条炖，水莲炖。水莲炖，水莲炖，水莲炖，水莲炖完板桥炖，板桥炖，板桥炖，板桥炖完水莲炖，水莲炖，水莲炖，水莲炖完烟草炖，烟草炖，烟草炖，烟草炖完白萝卜炖，白萝卜炖，白萝卜炖，白萝卜炖完水莲炖，水莲炖，水莲炖，水莲炖完油纸伞炖，油纸伞炖，油纸伞炖，油纸伞炖完烟草炖，烟草炖，烟草炖。
起来，没有收起来。先喽，来一位，加油加油！好莱坞先蹲一位，十年以上的爱用者，因为有添加护发成分70%以上，还有保护头发不毛躁。对，如果我在日本的话，我都会帮妈妈染头发。哇，像是的，很孝顺。谢谢啊。你跟先生结婚了吗？你结婚了？就因为我可能就是收了这个礼物，母亲节快到了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利用这一瓶来帮妈妈染发？可以啊，你要帮你老公也可以，帮你老妈妈看，都可以啊。是是，你要问什么？他结婚没？因为很孝顺，想问三年结婚。你结婚没有？我已经结婚了。